别让西蒙给你的节奏带乱了。对，你看这个西蒙打的球啊，梁继坤都是一些就非常规的球，梁继坤也是给梁继坤带的动作老变形。你只要稳定，对，坚定，你看现在眼神就不错了，我感觉他静下来了。你看他现在赢球以后的这些举动啊，包括他，你从他的眼神来看，他现在整个心啊是已经平静下来了，他不像之前那么躁了。可能赢回来一局以后就有气儿喘出来点儿了。对，现在是逐渐进入那种比赛的感觉了，你们从眼神就能看出来，大家可以看细节。对，你看赢球以后也非常淡定了，就是现在他就是努力的让自己去平静，内心平静，他才能这个把球打稳定了，要不然他内心浮躁，他很多球他会增加很多无谓失误的。运气也来了啊，兄弟们，运气也来了啊！对，西蒙都有点谢顶了，有人说。来，有人说西蒙有点谢顶了，有点，他不是有点，他是已经谢顶了。你看，两个人他不光是技术的博弈，也是内心的博弈。你看，从眼神来看，西蒙是有点慌了。大家一定要看细节，你知道吧？比赛，你看，哪怕输了，你看他现在努力的让自己克制自己，你看，能看眼神吧？大家能看见吧？你看这俩就很毛躁。没事，你看，即使输了，你看从梁继坤的眼神没关系的，啊。没关系的，你看，你看什么呀？努力让自己平静，他的这种脸部的表情啊，包括你们看，跳一跳，让自己平静下来，没关系，还有两分的优势。这就是我说的，为什么是50-50？梁继坤的后劲儿足，又抹一个，啊。啊，这和之前不一样了，之前上去就冲，这时候掉了一个，这就是什么？内心平静带来的好处。冷静。对，需要激情的时候我们有激情，对吧？需要克制的时候我们有克制。你看梁继坤也给他点头。打得确实好啊。啊，你要都这么打的话，你厉害。梁继坤也给他足够的尊重和肯定，漂亮。梁继坤不需要发力，只要把球拉上台，你就赢了。对，对，稳住上台，对，好，还有一分啊，再扛住一分就赢了。我大哥，你这往哪儿轮呢？我大胖加油，顶一半，全是领先，坏了！西蒙真能抓住这个点。是你手慌了，紧张了，就特别管你。你这手疼了。大哥，你们看，出手还是很坚决。啊，这球一点都没手软，直接去一个直线，落点给的非常漂亮，手起刀落。说实话，有点像这个坐过山车啊，这跟人生一样，你不可能一帆风顺，都是起起伏伏。是的。好球。好球。
好球。漂亮，漂亮！梁俊鹏到现在一声没喊，对他憋大招呢，又打回来，又转。对，你不发力可以，你把旋转给他拉出来。这拉失误真不应该了，哎呀！好球。球赢了太不容易了。梁俊鹏第一个球赢了肯定喊，你看吧，而且还得蹦着喊。我说还得蹦着喊，我太了解他了。第一个赢了肯定喊，而且还得蹦着喊。我太了解他了，就是该释放一点，他越喊越响，是不是？应该是这种状态，就是释放，一旦释放出来了以后，整个的这种开始就越喊越响，是吧？真的玩心跳。哇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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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最佳了，这个全场最佳了，这个球打，这球也是球打，哈哈哈哈！梁俊鹏干的，你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你能这么打球吗？太长球了，这也是对西蒙来说太长球了。刚才那个球，如果西蒙不赢的话，基本上就没戏了，没戏了。梁俊鹏肯定赢了，给气儿打回来了，又来。就咱们手感都很好，就咱们手感很好。定住啊，定住。看好。嗯，加油，加油。Go！ 哎。City。哦。对，真的对。这真是太好的机会了。Wasn't it? I didn't put the ball. Oh,
有慢镜头的，没事儿，能看出来。所以到吃亏就吃亏在不会英语。这时候看慢动作吧，看不清这个太快了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慢慢的，没擦，没擦网。这小子他妈太赖了，这小子太赖了，这时候没擦网。但那时候没擦网，但感觉像，但是没擦。对，这发的比较平。从微表现来，他已经崩了。感谢大家的关注。漂亮，漂亮，这就是实力的差距啊！刚才你看0-2落后梁俊鹏，我说现在还是50-50，因为什么？他整体的实力还是占优势，整体的韧劲和厚度，梁俊辉还是明显占优势的。开始了。啊，这就是综合的实力，知道吧？所以说跟大家说，为什么不要紧张？还是50-50，他西蒙绝对没有优势，哪怕你2-0领先。说方博闭嘴，这是我直播间，你出去。来我直播间让我闭嘴，你就好比你去人家里，你说你出去。漂亮。没关系。没关系啊，好的，安全了。这今年庆祝动作没少学了，兄弟们，袜子冲一波。